球立起来了，啊啊啊！变啊，放大起来。啊，即摆迄条锁啊，唔知影何钉咧啊呢？无，伊个钉在伫个哪遐？伊个迄固定伫哪遐？遐起来一海你看，伊今仔日算咧左右咧海，风阁超过，也阁咧海你看。迄底哪个人底较硬转呢？啊，用这种的大包的。各位朋友，这个也串了。燃烧器把热加进去了，球也顺利的浮起来了。现在站立在那边，我们正在测试现在的风。真阿伯，黑暗阿伯够霸哎，黑暗阿伯够霸哎。所以你会看到球会东倒西歪的。如果你站到篮子里面的话，它也是摇摇晃晃的，会很不舒服，也会有一点些微的危险。所以现在我们先用工作人员来测试，站立起来了，但是看能不能撞。如果它很稳定的话，那个空气，我们才会下来做一个载客的动作。冷空气也摆。如果说它从空中是摇摇晃晃的话，你看它压向我了，我应该赶快逃命了吧？但是我知道它会浮起来，所以我没有走。但是你们看到的话，你们就要跑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不知道它会浮起来啊。待会我们工作人员会升空跟浮力，我们工作人员如果没有把篮子压紧的话，现在一放。球可能就跟冲天炮一样冲出去了。已经买到票，要搭乘热气球气流梯的朋友，你看你那是要不要倒啊？我不要老了。我唔知哩。不老了不得车啊！上面长官说可以回家了。